可爱的防重哦。哎呦，对，这可爱的，可爱可爱可爱，这种防重厉害厉害。长得比较慈祥。哎呦，有自信，有美女是会比较占便宜。当然当然当然。哇，这个太深深了吧，好深啊！我儿子就决定娶你。太早了，儿子娶还是你娶啊？太快了，对，太快了，太快。来，请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好，我是深深。哎呦，我现在是在做，之前在做防重业，然后身高158，体重42。啊，哎，请看他的走。哎呦，好可爱的防重哦。哎呦，对，这可爱的，可爱可爱可爱，这种防重厉害厉害。哦哟，哦哟，哎，好可爱呢。那时候比较胖哦、喔。嗯，比较胖。我们下一张。哦，成交，成交王。成交。哇，厉害，成交王哎。成交王。哦，所以深深是你的外号，你姓陈啊。嗯。喂。成交王要怎么样可以达到成交王？一个月就是比其他的同事还要多的成交数。几户？几户？最高。曾经最高一个月。你一个月几户？最高，因为我之前是做租人的，最高一个月是六七个。哦，六七个案子成功，租任租任是吧？租任的，你租的是住宅还是？都有，公司都有哦，办公室也有。对，哎，不是，你遇过一个客人，你半年帮他找了十间，他没有一间满意的。嗯，他是要找阴宅，然后你给他找阳宅。他的条件有很怪吗？他认为说看中房子，然后房价还会再跌，然后他就一直等一直等。哦，他是最有价值了。对对对，但是如果等到真的跌的时候，他又去挑其中的毛病什么。哦，还要更低就对了。OK， 哦，这个就比较难缠呐。嗯，哎，你们房仲其实卖房子，他们有很多小技巧哈。嗯，是不是？嗯，像这个是哎迷迭香，不是不是迷迭香，那迷昏人家什么的。什么叫小？什么叫小技巧？小签名啊，想办法要成交啊。对对啊，如何让卖方就是弄低一点，让买方可以再提高一点？他们有很多小技巧，中间的那个手腕手段。你学了多久才上手？一个多月吧，这么快，天分，天分，这么快上，天分，嗯，主要是我靠长相比较吃香，哎呦，有自信，美女是会比较占便宜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你说现在一个房子在卖，对啊，他卖一间，他卖一间，他卖一间，你跟谁买？我跟他买，对，当然最右边啊，当然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是跟你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谢谢，我是建商啊，看得出来啊，建商嘛，建商，你们好好代销哦。我们的邻居啊，我们自销吧。然后这个就是你很好的销售员，是啊是啊，这个诚恳的销售员，对 ，OK， 这还 OK， 算了算了，我到别家看。英宅销售员，那你去菜市场也很受到那种婆妈的欢迎。对。因为菜市场是我家自己的本身工作，然后我会去家里帮忙，然后就会很多婆婆妈妈会来买。不是像你这样子，你还愿意到菜市场？对呀，你这个太受欢迎了，就变成比如说你们是卖什么？卖鸡腿的。鸡腿，鸡丝，你看看，马上。而且不是现在年轻人哪里愿意去卖鸡腿？不太愿意在菜市场。你是在哪一个县市啊？在东市。OK， 而且厉害的是他还穿这样卖哦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真的。然后鸡腿。没事，这不是在卖鸡腿，怎么脏了呢？没有没有，对，讲脏的放哪里？你讲啊，放哪里？买买鸡腿哦，这样。你是鸡腿要比什么？没事没事。哎，那请教一下，就是说，既然这么多婆妈喜欢你，没有很多人来跟你，就是推荐，问好声音啊，相亲对之类的吗？醉翁之意不在鸡，有很多都想要介绍他儿子给我认识，然后就是相亲什么的，可是我都拒绝。可是你到底喜欢什么样？其实顺眼就好了，没有特地说喜欢什么样的。那我们这里面你看哪一个谁最顺眼？包大哥，包大哥这个方向，哎呦，你真有眼光。对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长得又帅又爱妻，然后又房地产，对，然后又跑跑跑，那看，哦，那不用不用不用讲的，不要再讲这个，太尴尬了，对，不用讲跑跑跑。可是你跟他在一起压力会很大，为什么呢？他从以前年轻到现在都长这个样，他都没有老哎。有没有？对，这是真的啊！以后你三四十岁，对，老了。包哥会不会常常很多人问你？包伟明，哎，现在到底是民国几年啊？你怎么都没变？变了，怎么变了？我说我是泡福马林啊，真的很厉害，都没变哦。对，还是有了，还是有。谢谢。不是，你好像私底下在聊哎，自吹自擂的。哎，可是他这个很占优势啊，就是说，比如有些家长跟你聊，一聊到有关于房地产的，你就特别懂。哇，他们应该很开心吧？是不是会爸爸比较开心？
对，爸妈都会。哦，爸妈都会，爸妈都会，长辈的爸爸比较看，哎呀，你这么懂房子，那你们吃，我们去好好聊一聊。另外开辟一个聊天室。OK， 那个主要是男生的老一辈的喜欢你多，还是女生的老一辈喜欢你多？男生比较多，男生比较多，还是男生？那你有没有真的陪着男朋友说到了男朋友的家？有曾经这样过吗？有，就是到男朋友家的时候，其实看父母亲都会蛮尴尬的，蛮紧张的。嗯，然后就突然间他们会跟我聊到房子。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聊，可能你的专门对生活技能啊，还是怎么去看那个房子等等，就来了都在聊房地产，就 对。可是聊房子，你就会变一个人，会不会？对，就很专业，整个专业的话术跟口条就不一样。对，然后会不会忘记啊？对，那我们走吧，我们就走啊。然后就去带看，我就走，带看房地产，你起来加班哎，太方便。要忘啊，带看窗户。你单身多久啊？还是现在有男朋友吗？现在没有，单身。3-4个月了吧？哦，那还好，那长得好可爱，跟娃娃一样，真的。嗯，好，请坐，欢迎，欢迎。恭喜三立新闻网 YouTube 突破100万订阅，我没得了。